一款软件解决你的所有办公需求。屏幕前的各位提到 Office 办公软件，就避不开 Microsoft Office 和 WPS。前者是微软自带的 Office 套件，正版价格昂贵，让每个人都望而却步。WPS 则是国产的办公软件，虽然推出了免费版，但却牺牲了用户体验。广告和弹窗让很多人不胜其烦。那今天小亮就给大家介绍一款兼顾两款软件优点的办公套件 ——OnlyOffice。OnlyOffice 是一款完全免费、开源且跨平台的 Office 办公软件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款可以完全替代 Microsoft Office 的软件，不仅可以对 Word、Excel 以及 PPT 文件进行编辑，还可以进行多人协同的作业。该软件有良好的全平台兼容性，可以在多个系统进行流畅的运行，还对于移动端的安卓和 ISO 都有个比较好的支持。那么这么好用的软件究竟如何安装？今天小亮就带大家一步一步来学着安装。首先，我们访问 OnlyOffice 官网，点击产品，选择适合电脑端，接着选择适合自己系统的安装包。软件安装好后，运行该软件。值得一说的是 ，OnlyOffice 采用的是标签化显示，无论是同时编辑文档、表格还是 PPT， 它都可以标签化显示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在不同的文档和软件之间来回切换。如果你认为它只是一个离线版的办公软件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点击连接到云，通过简单的注册就可以实现云同步，将文件保存到云端，保证文件安全性的同时，可以让我们跨设备、跨地点，随时随地对文件进行编辑、企业管理平台等。开发者还可以将它集成在自己的 APP 里面。OnlyOffice 还可以做到在线进行 PDF 转换，支持40多种格式，几乎囊括了办公所用的所有格式。OnlyOffice 真正做到了一款软件解决你的办公问题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上述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希望你能够点赞关注。如果有任何的疑问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。另外，我的主页还有很多的干货分享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前去观看，欢迎点赞关注。我叫小亮，一个热衷于分享的数码博主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